我呢是从小跟我父亲启蒙啊，父亲是二胡老师，这个看我父亲每天拉一些曲子，啊、他手也跑得很快，啊，哎，我这个就吸引我的注意力啊。后来呢，就是这个在天津啊，也拜一个星河武馆的一个师傅啊，正统的学了几种。这个练武啊，是跟艺术是相通的，它都讲究于中国的文化，它既可以体现在这个中国乐器上、音乐上，也可以体现在中国武术上。它那种形和神，都其实都是一致的，啊，都要求这个啊习武者或者从乐者都要有一种耐力和毅力，